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芳，22岁，来自浙江，是一名学生。女嘉宾小李，21岁，同样来自浙江，也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是同学吗？是的。一个专业的吗？不是。啊，谈恋爱多久了？谈恋爱快1年了。今天是你要来的是吗，姑娘？嗯。我看这上面原因说是因为他的异性朋友太多了，是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他的异性朋友真的多得有点离谱啊。然后现在都不关心我，我难过的话，他就也假装不知道，就不安慰我。哦，也不关心你，异性朋友又多，嗯，所以来干嘛呢？要求他改还是要分手？我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因为我挺在乎他的，但是他那些异性朋友吧，就总是会让我就很担心，就没有安全感。哦，你还在乎他，你没有安全感是吧？嗯，其实那些朋友都是我从小认识的。哦，然后关系比较好。嗯，认识几年了。那我觉得这样，我从小认识和认识几年这可是有差距的啊。到底是从小认识还认识几年的？就都有。都有。那些异性朋友我也会跟他说，然后我觉得没有关系。哦，就他很坦然这件事儿是吧？对，他是坦然，但是他每次跟我说他跟朋友聊天，那些朋友都是女的，那就很奇怪啊，他为什么就不跟我说说他跟他兄弟啊这些的聊天？哦，他就经常我们微信上聊天的时候，他就给我发一些截图吧。什么截图？就是他跟他那些异性朋友聊天的截图。哦，可能他的意思吧，就是觉得他们聊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想跟我分享。嗯，但是一次两次还好，每次他分享给我的都是这些，我就觉得你这聊天的对象怎么总是异性啊？我就说不出心里什么感觉，我也不好生气。你给他发这干嘛？就是他有时候会问我在干嘛，我说在跟朋友聊天啊，然后我就会发一些跟朋友聊天的搞笑的告诉他，我觉得他是我女朋友嘛，然后发这些也没问题。所以你觉得你是坦坦荡荡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啊，约会的时候他没有这些吧？约会的时候其实也有啊，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嘛，他那手机吧就屏幕老是一闪一闪在那亮啊，然后我就想看看你到底这怎么回事啊，然后我看他也不给我看，就遮住。就约会的时候他也会跟别人聊天？对，也有异性来找他。哦，然后我就后面就强行要看，他就拿着那手机，我就这么瞄一眼，我就看到他发的吧都是那些什么安慰的那种表情包，就一些什么抱抱啊这种表情包。嗯，那我就很生气。主持人，这件事情是这样的，我那个异性朋友刚分手，所以我就安慰他嘛，因为作为朋友我肯定会安慰他的，他找我的话就是对我一种信任。然后我女朋友吧，她就想拿过手机去看，然后我就跟她说你要看可以啊，我拿着手机我翻给她看，因为毕竟是我朋友，有些东西我还是不能给你看的。那你翻着给我看，你肯定就是把一些能看的给我看啊，看不了的你就带过了呗，就不给我看了呗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生气嘛，但是他觉得这是正常，没什么好生气的，就让我自己在那生气，他就继续在那聊天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就只能自己说服自己说可能那女生真的难过吧。啊，但是我就觉得你这难过也得找自己好闺蜜聊什么，就不该找我男朋友啊。可能那女生把她当成闺蜜了哈。她确实是我的好朋友，也算闺蜜吧。嗯，那关系蛮好的，然后聊着我觉得很正常啊。那一次她就没理我，那我自己好了就算了。然后有一次我们吃饭去，然后当时他手机放我这，他说他去点菜什么的，然后我就没忍住就又看了他手机。嗯，就又看到他跟别的女的聊天了，他就说什么我们都爱你啊这种话。那我看到我们都爱你。
对。然后我看到那个爱字，我就也没看我们什么的，就看到那个爱，我就不高兴了呀。为什么你跟别的女生都能说到爱这上面去啊？就把我放在哪里呢？